把那个漏的那点给我看一下，把它转过来。然后那个现在水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吧？然后来停，好，然后这样的话能看到什么？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漏水情况，是那可能是就是一个不得漏水，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个情况。真的不可能严重。这边刚才这边拿着刀扎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好，来继续放水吧。现在它是依然这个情况是吧？然后你上面一定要放水，不要放气儿啊！好的，我把它这个盖子给盖上。好的，来，放气儿，好，可以就这样，真是超优。镜头，打个照。嗨，放水的，我是放水的小哥。